样，不一样，马上好。对，然后桃园县，大家可以就坐了，对吧？他也没来，对，没来。来现场，那其他的人出来了，出来了。然后蔡荣光跟简惠惠。好，各位贵宾，各位得奖者，我们的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各位就坐，谢谢。来，我们掌声给开场表演这四位帅哥鼓励一下。好，这四位是来自新剧团，刚才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把舞蹈跟特技结合在一起，为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揭开了序幕。好，为什么要把舞蹈跟特技结合在一起来揭开序幕呢？因为今天在座各位得奖者，你们都很不容易，在繁忙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之外，还贡献出自己的时间来当文化的志工啊，基本上这也是一种特技哈，所以我们用一个特技的表演来跟各位致敬。好，各位贵宾，各位得奖者，大家好，欢迎莅临我们第21届的全国资优文化志工的颁奖典礼。我是主持人王文华，我也在文化界服务，虽然我不像各位这么杰出是志工啊，但是今天能够看到这么多文化界的同好聚在一起，也非常非常的兴奋哈。那我们举办文化资优志工的颁奖典礼，一方面当然是跟今天各位得奖者致敬了，二方面也是希望借由各位的事迹能够号召全国更多的朋友投入文化志工的行列。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非常难得，首先呢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与会的几位贵宾，那我想麻烦各位贵宾能够站起来挥挥手跟在场的各位得奖者致意一下。首先当然是市长，谢谢，谢谢洪市长百忙之中还莅临今天的典礼。接下来是萧宗煌主任秘书，好，接下来是综合规划司的洪世佑司长，非常感谢文化部举办今天的活动了。接下来
我们也要跟今天几位颁奖者致敬啊，他们也百忙之中来到了现场。首先，当然我们大家非常尊敬的朱宗庆打击乐团创办人兼艺术总监朱宗庆老师，谢谢。接下来是纸风车文教基金会的李永峰执行长，接下来是如果儿童剧团的赵自强团长。好的，谢谢三位颁奖人，待会我们要请三位颁奖人跟我们讲几句话。那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全台湾各地的文化局处的首长，也还有代表也来到了现场。好，我也要带领大家跟他们一一的致敬。首先是我们南投县政府文化局的游守中局长，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金门县文化局的李习龙局长，谢谢李局长。接下来，哇，远道而来哦，澎湖县文化局的王国玉副局长，谢谢，澎湖远道而来啊，感恩。接下来是新北市文化局的翁玉琴专门委员，谢谢您。好，然后是国立台湾美术馆的黄才郎馆长，谢谢您，黄馆长。接下来是台东生活美学馆的李吉崇馆长，谢谢您。接下来是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张宏明馆长，欢迎。接下来是新竹市文化义工协会的林晨嫣理事长，好，谢谢。好的，感谢以上全台各地的文化局处的首长啊。那最后呢，我们也很荣幸的请到了这次的评审委员，那有三位代表也今天莅临现场。好，那首先我们大家非常敬重的柴松林柴委员，谢谢。接下来是黄素娟委员，谢谢，以及林胜义委员。好的，那当然呢，今天的主角是在座各位得奖者，我是不是也邀请各位得奖者为彼此掌声鼓励一下好吗？恭喜你们，待会我们要一一的请各位上台致敬哈。那首先典礼一开始，我当然请到我们主办单位文化部的洪次长为我们讲几句话，来，掌声有请洪次长。那个，我们温文儒雅的王文华，王主持人，我的老师柴松林柴老师，我们李永峰美国 Migo 啊，李永峰李执行长，还有我的老长官朱校长，还有我们赵团长，那我叫水果奶奶。我刚刚那个赵团长一进来，我说其实怎么搞的，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还有我们黄才郎黄馆长，另外就是我们文化部的肖祖密洪市长啊，然后我们评审团的林老师跟黄委员，在座的各位文化界的我们的一些长官，文化界的前辈，特别重要的是各位得奖人，先向你们致敬，大家好。好。我想每年参加各种活动，我最期待的就是今天的这一场活动。所以从去年在国父纪念馆结束之后，我就一直期待着今天。因为事实上在这个机会呢，那我怀着两种心情。第一种心情呢，是向默默耕耘的台湾有你真好的所有职工前辈、职工朋友们，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再请安、再问好，也表达我们文化部所有文化工作同仁向您的致敬。那另外一个心情呢，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呢，跟一些老朋友聚会，好像每年开同学会一样。那么每年在这边啊，有好多好多位朋友，我们都这个每年都会借这个机会啊，来大家聚在一起，所以这个变成我们职工界、文化职工界的那么一个盛会，一下21年了。那么各位的默默的奉献、默默的付出，那么我们年龄最大的有到80几岁，年龄最轻的有十几岁的，甚至整个家庭的。所以这个我们台湾，因为有各位的参与，那么使我们台湾更温润，让台湾呢更觉得我们有非常可爱的一面。虽然每天我们被各种各样的资讯那么所干扰啊，那么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蛮烦的，但是呢，
到任何一个文化场所，到任何一个文化场地，看到各位啊亲切的笑容，那么看到那边亲切的导引，那我们突然间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有你真好，有各位的存在，我们觉得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活得真的是活得很愉快啊，免得每天被那个不断的骚扰。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选在这个地方，那么是我龙部长啊特别啊想说想做这样安排。那么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旁边，我们社造20年的一个展览跟活动在这边，其实在社造工作方面，那么各位前辈呢也是付出的相当多，各位的成果呢也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机会，那么跟各位前辈那么做一个报告，所以等等也希望各位前辈有机会的时候就在隔壁，是各县市馆，有22个县市参加，然后走到外面的那个庭院呢，那有这个我们一些文化志工，也社区的志工，那么所摆的一些他们自己的文创品。那么在我们这个展览的对面呢，又有一个是属于文化社造20年一路走来，那么当中的一阶段性的变化，那么也希望再借这个机会呢呈现给各位，那希望各位呢，各位的心血，各位的成果其实也在里面。我想不占用各位的时间，再一次的代表文化部，代表文化部的所有工作同仁，向所有今天在场的志工朋友们向您致敬，向您致谢，同时也敬祝各位在场的贵宾们，我们在场志工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谢谢。好，我们请次长留步哈。哎，次长刚才提到说我们今天选这个地方哈，你看这是松烟的2号仓库。其实讲到仓库啊，我这边也要特别帮次长说哈，其实次长对文化仓库应该不陌生了哈，这台中火车站之前很多仓库也是在次长的主导之下，现在也变成了台中20号仓库艺文中心，所以今天次长在这个地方把奖颁给大家是别具意义的哈。好，那次长留步，接下来邀请您帮我们颁发今天的金质奖了哈。好，那金质奖我们总共有10位，我们待会会分2梯次来颁发，所以每梯次我们邀请5位上台。好，现在就容我来唱名。首先是花莲县文化局推荐的志工方美玉，接下来基隆市文化局推荐的王彩珠志工，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江泰山志工，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的沈昭代志工，以及云林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周天赐志工。好，我们接下来要请次长一一的为我们颁奖。好，好的，我们大家也掌声给台上这些志工鼓励一下好吗？好，好，接下来大家看到金质奖的得奖者啊，其实他们都连续服务了7年以上，他们累积的时数都到了2500个小时以上啊，而且他们曾经得过银质奖，但是得奖之后呢，他们继续的服务，连续满了2年以上，所以今天能够得到金质奖，的确非常的不容易，也值得大家额外的敬重哈。好，那我现在邀请5位一起跟次长合照好吗？来，我们5位得奖者一起跟次长合照。是的，然后我邀请在座所有的贵宾掌声向这5位金质奖的得奖者致敬。是，是，谢谢5位志工的努力。好的，我们邀请5位先入座休息，我们请次长留步。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2梯次的金质奖的得主。好，容我报出他们的大名。那分别是彰化县文化局推荐的陈俊兴志工，新竹市文化义工协会推荐的陈建成志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的陈春华志工，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陈义柱志工，以及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的游柳枝志工。
好，我们五位已经上台了。好，首先是有柳枝志工啊，哇，他这个服务已经16年3个月了，真的是很不简单哦，每年定期服务1000个小时以上的哈，哎，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大家掌声致敬一下？好，恭喜游志工。好，接下来的是陈义柱先生啊，陈先生他的志工服务呢已经变为一个典范了，他甚至被引用为公民科的人物典范的教材。好，接下来是陈春华志工啊，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的，他们服务图书馆已经20多年了哈，在高雄大家说他是书刊的名侦探柯南。好，最后这一位是新竹市文化义工协会推荐的陈建成志工，好，从民国84年就加入了文化志工了，不简单。好，我们五位请一起跟司长合影留念好吗？好，我们请五位一起来，是的，我们站在舞台中间跟司长一起合影留念。好，我们也邀请现场的贵宾，我们掌声向这五位致敬好吗？好，不简单，得到今年我们21届的金质奖。好，我们感谢司长，我们也恭贺五位得奖的志工，我们请大家先入座休息，我们也谢谢洪司长。好，大家真的是不简单哈，大家可以看到台上刚才这10位得奖者，真的是每一年花了1000个小时以上在为我们文化事业贡献，也因此而创造出台湾文化的多元的风貌哈，值得我们崇敬。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颁发第21届文化志工奖的银质奖啊。我们请到这位颁奖人，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特别是我猜大家的孩子们应该都非常熟悉哈。他们走遍了台湾368个乡镇市区。好，事实上昨天他们还在台中以及新北市的三峡演出，那下个礼拜周末呢，他们又要到新北市还有基隆演出，就这样。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一个乡镇又一个乡镇，在每个乡镇大家都可以看到纸风车，在每个乡镇大家都可以看到纸风车为孩子们创造的文化的微风，所以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纸风车文教基金会的李永峰执行长为我们颁奖及致辞，我们掌声欢迎李执行长。我们文化部洪市长、也是我的老师，在座各位嘉宾朋友，各位亲爱福乐兄弟姊妹，大家好，吼，大家午安，吼。对，今天就很高兴，吼，可以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吼。我唔知要讲台语啊，讲国语较好。我咧看到遐一乌衣裳、乌纱裳，感觉足欢喜、足亲切的，吼。那是阮对阮装卡起来，吼，吼，即个老大人，吼，即个四大人起来，吼。咱拢知影，其实在30年前的时候，台湾有举办一个你丢我捡，你丢我捡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的街道巷弄更整齐，所以呢，台湾花了30年的时间，让大陆的朋友来到台湾，看到了台湾是一个评论叫做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而且他们觉得台北为什么可以那么干净，这就是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做出来的。那至于我们文化志工呢，其实我们在小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讲吼，父母无啥事吼，他饲囝去做戏吼，对吧？就是父母不成才，所以让孩子去演戏吼。啊，今仔在座各位吼，互阮足感动的是，人是父母无啥事吼，互囡仔家去做戏吼，恁是吼，该做戏的人，搁挂皮箱的人咧，你知？文化志工嘛，对，人咧做戏，你搁替恁挂皮箱的。所以哥，这是吼上了不起的一点吼。啊，来，你若讲照以前的讲法，就是讲哇，恁哥比迄个做嘢更加无吼无啥事吼。但是错了吼。这个吼连续21届的这个那个志工哦，它其实是带动我们台湾整个文化兴盛、文化起来一个最好的一个助力吼。就是咱咧讲讲，今天如果
大陆的朋友来说我们是最美丽的风景市人，那就是因为有在座各位，因为有在座各位二十几年来从事在把这些人挂回心的时候，那种感觉才能成就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整个的文化兴盛的这个风景。那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在座一定有很多朋友也帮过纸风车的忙，纸风车在 全台湾的乡镇做演出，我们有上千的志工每次都在前台后台帮忙开车帮忙送便当，就是在座各位。所以呢，我今天能够参加这个其实是来谢谢大家，因为有您在我们整个台湾才能更亲切，人跟人的感觉会更好，我们对于整个生活会更加和谐，而且让人会更快乐。所以在这里谢谢所有朋友们，多谢大家，多谢，谢谢。好，谢谢李执行长执行长刚才也说到纸风车的表演都很多志工所以让纸风车不断运转的这股微风其实就是台湾的文化志工的精神。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庆祝这样的精神，我们接下来颁发的是银纸奖。好，我们银纸奖呢，我们总共有20位，我们要分4个梯次来颁发，每一次有5名。那首先我们就来颁发第一梯次。好，我们得奖的是云林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王丽美志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林月娥志工，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荐林万德志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胡志强志工，胡先生今天无法出席，以及花莲县文化局推荐的陈梦群志工。好，首先是我们陈梦群志工，已经有20年的志工生涯了。好，接下来是台南市的林万德志工。好，林先不仅自己做志工，还带太太一起做志工是我们志工界的模范。好，接下来是我们高雄的林月娥老师林老师是在高雄市图书馆担任活动志工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接下来是云林的王丽美女士，王女士也担任文化局的志工，历经顾问已经4任的时间了。好，我们请4位跟李执行长一起合影留念。好，我们也邀请在场的贵宾，我们掌声向他们致敬好吗？是，谢谢你们文化的微风，让纸风车以及整个台湾不断的运转。好，谢谢4位，我们请4位先入座休息，请李执行长留步。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第二梯次了，他们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的彭代华志工，接下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推荐曾荣榜志工，金门县文化局推荐杨清峰志工，桃园县政府文化局推荐邹惠美志工，以及新竹市文化义工协会推荐郑清富志工。好，首先郑先生从86年开始加入志工已经17年的时间了。好，恭喜郑先。接下来是来自桃园的邹惠梅女士，大家可以看到她永远是笑脸迎人她把她持家的亲切精神带到服务人群，令人敬佩。接下来是来自金门远道而来的杨清峰志工，有17年的资历了，带领金门的小学同学认识金门。好，谢谢您。接下来是曾荣榜先生，是来自新竹大家看不出吧，我们曾先已经70几岁了有长达15年的志工经验了。好，接下来是来自台中的彭代华女士不仅做志工还常自掏腰包嘞在台中大家都说她是救火员。来，我们请5位一起跟执行长合影留念。好，所以你看当志工不仅要当微风了，还要救火了，实在非常辛苦。我们今天各位贵宾掌声跟他们致敬好吗？恭喜。好，我们谢谢5位，也请5位先入座休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第三梯次的银纸奖了。好首先国立故宫博物院推荐的邢文仪志工，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林冰英志工，
台东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邱桂兰志工，花莲县文化局推荐的陈无常志工，以及彰化县文化局推荐的陆科春美志工。好啊，也欢迎他们真的从全国各地而来，不管是台东或是彰化，一起齐聚在今天哈。陆科春美志工是彰化嘉义户小的志工哈，已经担任过三个学校的志工妈妈了。好，恭喜。接下来是来自花莲的陈无常先生，民国93年，陈先生退休之后就回到花莲，因为他会讲英文、日文还有印尼文啊，所以专门做外语的导览。恭喜了。接下来是邱桂兰女士，她是来自台东，也从教育工作做退休之后，就担任志工团的团长。好，好，接下来是。接下来这一位是林冰英志工啊，林女士呢，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六在儿童阅览室服务啊，这跟我们李执行长一样，为儿童付出了很多。最后，邢文怡女士呢，从不迟到，从不倒退，是故宫的好榜样。好的，来，我们邀请五位跟执行长一起合影留念。好，我们也邀请大家掌声向他们致敬，好吗？是，好。不管是在国家的门面故宫博物院，或是在台东的学校，他们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增添了台湾文化界的风采。好，恭喜以上第三梯次的银质奖的颁奖典礼。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第四梯次的银质奖的颁奖典礼，得奖的是花莲县文化局推荐的彭习陶志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黄天昭志工，屏东县政府文化处推荐的邹范春妹志工，花莲县文化局推荐的蒋慧玉志工，以及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的丛景辉志工。好，首先丛先生22年的志工生涯从未间断，而且担任过很多人的队长了，感谢丛先生。接下来是来自花莲的蒋慧玉女士，蒋女士呢，长期接受我们花莲县文化局的培训服务，已经有18个年头了，精神可嘉。接下来哦，远道而来，来自屏东的邹范春妹女士，也连续16年在艺廊里面服务观众，大家应该看不出来吧？她已经高龄80多岁了，但是中气十足了。哎，是的。我们掌声给邹范春妹女士鼓励。接下来是黄天昭女士，大家可以看到啊，她也80几岁了，但是仍然耳聪目明，在图书馆及美术馆服务。感谢黄女士。接下来是彭习陶女士啊，她13年前，她的子女长大有成之后，她投入了志工的行列。一晃就13个年头，在花莲地区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来，我们邀请五位跟执行长一起合影留念。好，大家再度看到来自台屏东、来自花莲、来自新竹、来自台南，他们为台湾的文化成为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我们掌声跟他们致敬。谢谢。好，我们恭喜五位得奖者，我们也谢谢李永峰执行长为我们颁奖。我们请各位入座休息。哇，这个很令人激动哈！大家刚才可以看到，我们得奖者好几位都80几岁了哈，但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那么年轻呢？也许就是志工奉献的精神以及文化活动的氛围，让他们永远保持着青春哈。好，我们现场有另外两位贵宾在。感到好，也特别要来跟各位志工致敬，所以我想要介绍他们。首先是桃园县文化局的张壮谋局长也来到了现场。好，张局长，谢谢您，谢谢您。好，接下来是我们远从台南赶来哈，台南市文化局的周雅金副局长。好，周副局长在那边，好，也非常非常的谢谢您。好，所以各位得奖者，您可以看到哈，我们的各局处的首长真的是。跟大家一样，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为什么呢？因为
要跟各位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好，我们刚才颁完了银奖，我们现在中场先稍微休息一下，转换一下情绪，我们依旧请到的是刚才开场表演的好玩的剧团，要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的表演。这个表演呢，结合了舞蹈跟特技，以及刚才大家看到的 3D 立方体。为什么要用这个表演来跟各位致敬呢？其实文化是立体的，待会大家看到的表演也是立体的，志工的奉献也是立体的，所以我们用这一段立体的表演跟各位所有得奖人致敬。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好玩的剧团为我们带来的表演。Can't stop the dance, yeah. What's my name? Come on. Yeah. Shadow of the black and white. We live for here overnight. Let's hold me tight. Let's build the vibe. We'll be free to music right. Don't care what they may say. This is my way. Save the day to break away. Hey, by the way, you guys know my name. Hey, yo.好，来，掌声给这三位多才多艺的年轻人鼓励。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要拿好多的橘子不让它掉下来，其实这正反映出各位志工您的生活方式啊，你们都有很多的橘子要照顾啊，不管是你的家庭或是你的工作以及文化志工的工作。好，要让这么多人生的重点在天空中不掉下来，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也用刚才这出表演跟各位致敬。刚才我们颁了金质奖跟银质奖，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这一次的团队奖。我们请到这位颁奖者呢，也是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最近呢带团回到了他的母校，在维也纳进行的表演。他当初在维也纳是一个学生，如今已经带了自己的打击乐团回到了母校。他回到母校很多感触，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是他回到他当年当学生的时候混的那个咖啡厅。他还记得他中在咖啡厅的时候天气很冷，他进了咖啡厅都不敢把外套脱下来寄放在咖啡厅，
而把外套紧紧的包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寄放外套的话，你要给小费，穷学生付不起小费。可是当初虽然那么贫穷的学生生活，却造就了一个大师以及台湾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为我们大家致意跟颁奖。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朱宗信打击乐团的创办人兼艺术总监朱宗信老师。好，文化部洪社长，各位亲爱的文化职工，各位贵宾，主持人文化兄，大家午安。午安。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盛会，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文化职工致谢、致意。我们都知道，文化素养在一个国家社会的推动过程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文化艺术呢，也就是培养文化素养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那么各位文化职工呢，不但亲自的亲临亲近文化艺术，而且还引导许许多多的人进入文化艺术的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把我们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注入了许多的活力、热情跟温暖。台湾有你们真好，在这里跟大家再一次的致谢、致意，谢谢大家。谢谢朱老师呢。朱老师今天要为我们颁发的是团队奖，好，我们总共有五个得奖的团队，我们一一的请他们上台领奖。好，好，首先我们要颁奖的是高雄市立美术馆志工团。好，我们邀请高雄市立美术馆志工团的代表们上台。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开馆之际哦，馆务非常的庞大，那编制员额其实不够，所以在开馆前呢，就有好多热心的志工妈妈来口耳相传，来帮忙啊。如今志工团队已经有1000多位志工了。好，我们感谢，哇，哇，还有鲜花嘞！来，我们向高雄市美术馆志工团的代表致谢。好，恭喜，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志工队。好，大家都知道，中正纪念堂是很多观光客一定会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志工队呢，抱持着观光客一辈子只来一次这样的服务理念，全力以赴啊，不管观光客是来自世界哪一个角落，我们这群黄衣的伙伴们都义不容辞，全力以赴。不管是用中文或是用英文，他们都让导览的工作能够十全十美、圆满顺利。好，来，我们掌声也给我们中正纪念堂的这一群志工们鼓励。哇，大家看到他们的制服，就像他们的笑容以及天上的阳光一样，哈，照亮了台湾的文化场景，恭喜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向国立故宫博物院志愿服务协会致敬。啊，大家都知道故宫很多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到102年参观人数已经达到了450万人之多，哈，那可以想象以现有的编制没有办法做到最好的服务，所以志工团队是故宫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啊！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制服以及他们的笑容，为我们的国家做了最好的文化外交。好，我们也恭喜故宫的志工团，恭喜。好，接下来第四组得到文化志工的团队是国立台湾美术馆志工队。好，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志工队已经有3年的历史了，他们是一个完全自治性的组织，来帮助台湾美术馆做各种业务的推动。他们在102年服务了121万人次，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成就，值得我们敬佩，我们大家掌声跟他们致意好吗？是，谢谢。啊，多么美好的图像，这本身就是台湾美术馆应该典藏的一个作品。哇，还有布条嘞，有备而来，太好了。
好，这张照片回去要悬挂在台湾美术馆里面哦。好，谢谢，也恭喜台湾美术馆志工队。好，接下来最后一组得奖的是，哇，远道而来的朋友哦，澎湖县政府文化局义工队。好，一开始义工队只是有少数几位队员哦，他们不计时数的支援活动进行哈，目前编制已经多达百人了啊，所以志工真的是十传百的有意义的活动，大家都会愿意参加哈。我们也恭喜澎湖县政府文化局的志工队。好，我们也谢谢朱老师为我们颁奖。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今年的童子奖，我们请到这位颁奖人，大家也非常熟悉啦，小朋友们都称呼他为水果奶奶，大人们也喜欢看他们的儿童剧。事实上最近呢，他们把他们经典的一个作品《小花》又再度重新搬上舞台哈，这十月初才刚刚在高雄展演，对不起，桃园展演中心表演过，又得到了热烈的回响啊，他牵动了我们很多孩子的记忆，也让我们很多家长得到无限的欢乐。我们掌声邀请如果儿童剧团的赵自强团长。次长以及在现场的文化部的长官们、评审老师、翟老师，还有我们颁奖的前辈朋友、文化界的朋友，以及我们文化志工，大家好。好的，好，那这个今天很高兴能够来颁发这个奖，因为常常我们人生中都要做很多的选择，有时候做的选择别人说你怎么这么傻啊？我觉得志工有时候常被别人觉得很傻，今天我也做了一个傻的选择，我想说做志工嘛，今天颁奖典礼第一个做志工一定要跑来跑去，所以我特别穿球鞋，然后呢那志工呢一定是呢要跑来跑去很容易热，所以我穿得比较轻松，结果一到发觉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年度的盛事，我为我做的错误的选择先跟各位说对不起。不过有些人的选择就做得很对，像各位文化志工，你们做了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你们还投入这么多时间，然后呢你们一直坚持，而且你们付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们又有活力和创意，让文化跟生活，让文化跟当地的居民欣赏者大朋友小朋友结合在一起，你们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样的选择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生活中间有些好的事情都是因为做了正确的选择，有些让我们觉得很尴尬不愉快的事情可能都是当初在做选择的一个错误，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跟各位文化志工一起学习这种利他，这种坚持，这十几年二十几年把自己的生活的时间甚至、这个、不但为了利他还甚至损己，这种无私的精神，这种付出的精神，让我们在我们自己接下来的选择中间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启发，再一次谢谢各位，也恭喜各位。好，我们谢谢赵团长，刚才次长说您看起来就像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看到真的就像次长所讲的，可见从事文化可以让人永葆年轻了。哎，好，我们现在要请这个大朋友赵团长来替我们颁发童子奖，我们童子奖总共有50位得奖，我们要请赵团长为我们颁发前30位哦。那我们分3梯次来颁发，每一个梯次10位。那首先让我宣布第一梯次哈，好，第一梯次，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王允端志工，嘉义市政府文化局推荐江多里志工，国立台湾博物馆推荐何碧云志工，苗栗县政府国际文化观光局推荐吴秀雄志工。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推荐吴阿彩志工，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推荐李彩娥志工，云林县政府文化局处推荐周志忠志工，国立国父纪念馆推荐周玲志工，彰化县文化局推荐林梅香志工，林女士今天无法出席哈，以及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推荐林坤昭志工。好。好，接下来我看一下
好，我们这位是何碧云志工。何碧云志工，他已经投入志工的工作有13个年头了。接下来是吴秀雄先生，他来自苗栗啊，虽然已经70好几了，老当益壮，服务的时候仍然热情十足，我们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好，接下来是吴阿才女士啊，大家都称呼她为公益大使啊，她从民国100年到现在连年当选志工团的团长，而且用部落格跟脸书跟大家沟通啊。好，接下来是李彩娥志工。啊，李彩娥女士有非常清楚的信念啊，她秉持着信心、毅力与勇气三者具备的精神。哇，如今多了第四样，还有一朵花呢。好，来，我们掌声给李女士鼓励一下好吗？恭喜您。好，好，我们接下来是周志忠先生，周先生来自云林，加入志工的行列也19年的时间了，服务期间得到很多次的服务热忱奖。得到了文化处长官的肯定啊，也谢谢您啊。接下来是国父纪念馆推荐的周玲女士，啊，周女士从公职退休之后啊，从92年开始投入国父纪念馆志工的行列，如今也有将近12年的时间了。好，最后一位是林坤昭先生，他来自台中啊，他从88年就读二专的时候就担任志工，一直到今天啊，精神可嘉。好，来，我们邀请诸位一起跟赵老师合影留念。好，来，我们也邀请在场的贵宾，掌声给台上这些得奖者鼓励一下。是啊，看他们的，来，我们掌比给自己比个赞好吗？所有的得奖者，是伸出您的手给自己比个赞。好的，恭喜各位得奖者，请各位得奖者先入座休息。好，接下来我们要请第二梯次的得主上台。好，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推荐洪平志工，新竹市文化义工协会推荐张玉照志工，国立国父纪念馆推荐梁琼居志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许义宗志工，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推荐陈木莲志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的陈茂贵志工，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的陈碧英志工，花莲县文化局推荐的陈丽琴志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黄昭志志工，以及桃园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杨月清志工。好，也让我上台来为各位介绍他们的事迹哈。哇，你看我这姿势摆得多好。来，张玉照女士呢，大家都叫她张姐了哈，张姐已经服务了13年了啊。梁琼居女士呢，在国父纪念馆也服务了17个年头哈，精神可嘉，也谢谢您的贡献。好，我们许义宗先生呢，对志工的事务是了若指掌哈，常常被他服务的民众都会对他举起大拇指说，许先生有您真好啊。好，谢谢。接下来是我们陈木莲先生，陈先生来自宜兰呢，现在虽然已经80了，但是也是老当益壮，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吗？好，真是令人敬佩了。好，接下来是陈茂贵女士，来自高雄啊，陈女士呢，很积极的参与故事妈妈的培训啊，得到很多幼稚园老师还有孩子们的欢迎，恭喜您。接下来是陈丽琴女士，她来自花莲，她也服务了13个年头了，担任志工的期间从来不缺席啊，精神可嘉。好，我们黄昭志女士呢，来自新竹啊。他非常的忙，因为他自己经营的家庭美发的事业，但是他仍然把握有限的时间来服务民众，而且已经有15个年头。最后大家看到这位是杨月清女士，她是国中退休的老师，退休后进入桃园县文化局担任志工，服务了许多的民众。好，来，我们邀请这一梯次所有的志工来到中间，跟我们赵老师
合影留念。好，我们也邀请大家掌声跟他们致敬好吗？来，举起大拇指，给自己比个赞。好，恭喜诸位。好，接下来，好，赵老师请留步，我们要请老师帮我们颁发第三梯次得奖者。首先是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的詹丽华志工，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推荐刘淑清志工，澎湖县政府文化局推荐郑素娟志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萧慧敏志工，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推荐简其山志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石金菊志工，台湾历史博物馆推荐何天才志工，屏东县政府文化局推荐吴仁灿志工，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推荐吴昭志志工，以及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的吴素花志工。好，好，接下来这位是郑素娟志工啊，大家可以看到她这灿烂慈祥的笑容，是她的招牌微笑啊。她已经服务了13个年头了，我们掌声给她鼓励一下好吗？恭喜恭喜啊！接下来是简其山先生啊，大家也可以看看他谦逊温暖的笑容，而且他非常的幽默，在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担任志工，总是把气氛炒得非常融洽。接下来是石金菊女士，来自高雄，她从92年就开始服务了，绝不迟到，绝不早退，成为志工们的典范。接下来是何天才先生，来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推荐，他从100年到102年，累积时数一直达到前5名啊，非常不简单啊。最后一位是吴素花女士，她来自高雄，她从96年开始担任志工，就频频的得奖了。好，牺牲奉献的精神令我们敬佩。来，我们再邀请所有的得奖者一起到舞台中间来接受我们的敬意。好，来，我们也邀请大家掌声跟他们致敬好吗？恭喜以上同志奖的得主，是比起大拇指，我们也替您比起大拇指，感谢你们为台湾文化所做的努力。好，我们也谢谢赵自强老师。好，接下来这位颁奖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熟悉的原因不仅是他一头白发，熟悉的原因是他在台湾公益运动史上留下了许多身影。谈起消费者权益、消费者保护，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想起他。特别在此时此刻台湾假游事件令我们非常困扰的同时，我们更会对他这些年来保护消费者的努力产生莫大的敬意。他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评审委员之一。亲爱的贵宾，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柴松林委员。洪次长的各位老朋友，文化部的各位长官，主要的是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志工朋友。那么说起志工啊，应该我是最惭愧的。刚才主持人讲台湾呢，我是第一个用志工的人。那么第一个主持志工团，当时只有3位团员的时候，就被国家安全局叫去，说我要从事什么不法活动，当场就被扣留。所以今天政府部门竟然会表扬做志工的，各位就可以看起来这30几年快要40年的时间变化之大。在40年前呢，我们台湾发生米糠油中毒事件，就有彰化县福兴乡、台中县神冈乡，那么2个乡镇呢，大约有6000个人得到一种病啊，他们是吃有一种有毒的油，就是含有多氯联苯。
可是当时因为现在的卫生福利部和前身的卫生署还没有成立，那当时卫生主管机关是否认说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变成我是造谣者。不过遗憾的是这些人到今天还存在，有的已经死掉了啊，就小孩子都死掉了，成人因为抵抗力比较强还都活着。那我当时是用游览车把他们运到台北，拜托两位熟悉的皮肤科医生帮他们治疗，每个星期来一次送回去。可是到今天这个石油的事件呢不断扩大啊，这个危害的范围扩及全国，甚至于影响到全球很多与我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所以作为一个志工来讲，我应该是和各位不一样啊，应该庆祝，应该高兴，我是应该向全国人民道歉。竟然志工做了几十年，事件越来越严重，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危害更严重。不过我上面那个长官也应该很严重啊，他们更应该道歉。这句话本来不应该讲，只是主持人害我，你一开始就提到说我做志工。志工是什么样的人？志工是一种自己具备条件又怀抱理想，希望全国的同胞都跟他一样变成可以做志工，今天被表扬的这样的朋友。那么第一个，他能够清楚地用语言或者是文字把他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不要像很多人每次说完了就否认啊，或者是解释不明白要靠秘书来解释。可是那些靠秘书来解释他的话的人，自己到最后是越描越黑。那么第二个是要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啊，能够尊重，能够欣赏，而且不断地力求革新。啊，今天我们几位颁奖的朋友啊，都是老友了啊，我知道他们每一年都在革新。世界会进步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非常富有创造力，而且能够不断地创造，不是我创造完了我就好。比如说像我们台湾有人会做面包，那他当时全国非常尊敬。可是现在跟他做出一样好吃的面包的，或者比他更好吃面包的人至少200家。这就告诉我们只创新一次是不行的，要能够不断创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对于他民族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的文化，要包容，要尊重，而且要懂得吸取他的长处，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一个有文化的人呢，他是自己不断的努力，希望把自己所有的知识、能力、时间和资源啊，分给旁的人，让全国的人都跟他一样啊，有丰富的知识，有丰富能够丰富自己的生活。同时，这一种人他会成功，是靠他的热情。没有热情，对人对事没有热情的人是不能成功的。今天我们看每一位得奖者，他们都是长期的服务，奉献自己的力量啊。为什么他们愿意奉献？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社会、对人、对事有充分的热情。那我们本来都是平凡之辈，能够有今天主要的是靠我们有热情而愿意坚持。那么不过我做评审委员会的委员，我是召集人，所以我知道我们委员是非常辛苦，他们看很多的资料啊，不断的去思考，把它一个一个列举要怎么样啊，然后去拜访啊，回来再讨论。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全国的志工都应该得奖，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人啊？所以我应该跟主持人首先向大家介绍，全国成千上万的志工，每一个都是令人尊敬的人，每一位都应该得奖。今天来的只是代表而已，因为我们房间不大啊。
本来作为一个评审呢，不应该说这么多的话，而且最好隐藏起来，不应该让大家不知道我是谁才好啊。不过既然刚刚有这样的介绍，我要把今天看到各位的感想说出来。好，谢谢各位。好，我们谢谢柴老师。哎，好，真的柴老师的热情让我们感动啊，各位的热情待会就要上台来跟柴老师互相回应了。我们要请柴老师帮我们颁发的是同质奖，我们刚才已经颁发了30位了，我们接下来再颁发20位，同样的我们每个梯次10位哈。来，容我现在邀请另外10位上台领奖。来，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推荐的卓木星职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推荐周金凤职工，国立台湾美术馆推荐林英美职工，基隆市文化局推荐林清祥职工，总统府推荐林静斌职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推荐胡雅云职工，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推荐张瑞正职工，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推荐徐炳良职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推荐郭纯筹职工，台南生活美术馆推荐陈玉坤职工。好，接下来是周金凤先生啊，从92年加入志工到今天，在图书馆里服务了许多的读者啊，令人感动。好，接下来是林英美女士，她代表的是台湾美术馆啊，林女士几乎每一年都会得奖哈，大家可以看到她和蔼可亲的笑容，可以感受到服务最乐的这句话。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林清祥先生。林祥先生来自基隆，他已经服务了29个年头，不管刮风下雨一样的服务，令人感佩。接下来是林静斌志工，林先生从99年的夏天开始到总统府担任导览志工了，而且他会用一些生动活泼的小道具来帮助参观者了解总统府。接下来是中正纪念堂推荐的胡雅云志工，这胡女士不仅是做志工啊，常常亲自烘焙一些小点心来招待其他的志工朋友，跟她一起共事都有口福了。那接下来是来自南投的张瑞正志工，而且张瑞正虽然今天一个人站在台上，但是张美美也应该一起上来，因为张先生还带自己的女儿做志工啊，算是一个志工家庭了。接下来是徐炳良先生，他是来自新北市，他担任导览志工，对民众的询问非常的热心。哇，您也得到一束鲜花了，恭喜恭喜。好，来，好，恭喜徐炳良先生。接下来是来自高雄的郭纯筹女士啊，郭女士有一个特别的专长，就是她会手语，所以她不仅是高雄市的手语翻译员，也是高雄市美术馆的志工。由于她的特殊的专长，也服务了很多朋友。好，我们也掌声给郭女士鼓励一下。最后一位是陈玉坤女士，她来自台南啊，她曾经在台南市的宝仁国小担任爱心志工，指挥交通，让孩子们都能够快快乐乐上学，平平安安的回家。来，我们邀请所有的得奖者一起到台前来跟柴老师合影留念。好，我们也邀请大家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好，多么美好的画面，台上这10位，你们就像柴老师所讲的，代表着全台湾各地为文化志工付出的朋友们，来，我们掌声向他们致敬。好，谢谢各位，也请各位得主先回座休息。好，接下来是我们最后10位得奖者了。首先，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荐陈素贞志工，新竹市文化义工协会推荐陈琼芝志工，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推荐曾玉义志工，中正纪念堂推荐黄灵娥志工，新竹市文化局推荐叶晨松志工，台东县政府文化局推荐刘美英志工，台湾美术馆推荐刘顺英志工，
新竹生活美学馆推荐萧之华志工，故宫博物院推荐谢念孙志工，桃园县政府文化局推荐魏秀琴志工。好，来啊，陈素贞女士来自台南，她从1989年加入志工服务，一直到今天。接下来是陈琼芝女士，来自新竹，做志工也有18年的时间了，她的工作背景是地震啊，所以她在这一方面的专长也在志工的领域中得到了发挥。接下来是黄玲娥女士，她在102年协助中正纪念堂招募志工，因为她人缘很好，一下就招募了57位啊，现在志工团队已经达到300多人了。好，接下来是叶晨松先生。叶晨松先生担任志工，不仅照表操课，而且一些临时突发的状况他都会主动的参与。接下来是刘美英女士，来自台东，有16年的志工经验，虽然在服务的过程中有甘有苦啊，但他都逆来顺受，精神可嘉。接下来是刘顺英志工，是台湾美术馆推荐的，他担任不同时段的导览的角色，然后在人手不足的时候担任救火员的角色，很多春节假期都在美术馆中度过了哈。接下来是萧之华先生，服务至今也有17年了，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志工朋友。接下来是故宫博物院的谢念孙女士，从90年开始担任志工，99年得到故宫的全勤奖，100年得到故宫15年的服务年资奖，好，令人敬佩，也是我们国家的门面。然后接下来是桃园的魏秀琴女士，她从82年就开始担任志工啊，特别服务了很多老人家，精神可嘉。好，来，我们邀请所有的得主一起到中间来，跟柴老师合影。好，我们邀请大家掌声跟我们的志工朋友们致敬啊！的确，像柴老师讲的，他们上台不只是代表他们个人，代表着台湾所有为文化志工努力的朋友们。好，好，恭喜，也谢谢柴老师。好，就在刚才的掌声跟笑声中，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也要告一段落。我们要谢谢诸位评审委员、颁奖嘉宾，最重要的是要恭喜在座各位志工朋友。待会典礼结束之后，麻烦各位得奖者到旁边的服务台去领取一个提袋，可以把各位手中很漂亮的奖项带回家。今天虽然是本届颁奖典礼结束，但是我们新的一年的文化志工开始，各位就把您手上的奖拿回去分享给您的乡亲，让我们号召更多的乡亲加入台湾文化志工的行列，让台湾文化的风不断的吹，让纸风车不断的走，让台湾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明年再见，谢谢。好，我们请今天各位的得奖者也到门口的报到处去领取奖状啊！所以在您离开前有2样东西别忘了，一样是奖杯的提袋，另外一样是您的奖状，都非常有意义的，请各位跟工作人员领取奖状以及奖杯的提袋，恭喜大家。